酒精来洗手，那么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一块来欣赏在新市公园精彩的光之飞航主灯秀。元哥啊，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呀？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哇，好美哦，这是哪里呀？阿桃，这是2020桃园灯会光之桃花源啊。元哥，你看，整条老街西就像银河一样哎。是啊，今年桃园灯会首次选在老街西举办，就是要告诉大家，经过这几年来大家共同努力的整治建设，老街西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一条充满希望与幸福的光之银河哦。好棒哦！灯会期间不但有来自法国的光之巨龙秀，顺着老街西还可以到光明公园欣赏上万朵玫瑰花组成的大地花坛秀，超级浪漫的。对呀，而且我们所在的新市公园结合了桃园国门之都的地位，设计了超大飞机，在夜晚还会变身面积达500平方公尺的屏幕光雕秀。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光之桃花源，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一起欣赏全台最大光之飞航秀。